大家好，我是农小园，今天来做乌鱼三宝第一期美味乌鱼蒸。乌鱼蒸剪个花可以让脆度更加美味。小园这边乌鱼蒸会先下去做个穿烫，组长的心情是谁让你伤心？我能倾听，只要你愿意。忧愁的笑容，是谁让你犯愁？我能解忧。